各位早安，拜拜。干，睡好累哦。等一下，我那个还没弄好，等一下哦。检视投影来源。干，大声！开启混音装置。晚上好。嗯，我用这个哦，哦，感谢超不超级猎人，感谢会员，哈哈，啊，摇完宵夜回来了，哇！你早上摇宵夜，现在回来哦，哇哦！对，早上是700到800，但是那个过程废话太多了，就想说就不要上传，反正之中没有遇到啦啊。反正之中没有遇到什么东西啊，过程都是。讲干话废话一大堆。下午好，不对啦，晚上好。晚安，晚安。然后后面打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只是早上人太少了。那打日麻的人啊，能打日麻的人只剩下几个，哎，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捡，也没做什么大牌。晚上好啊！不，我888刷到，会802就刷到吗？不要888，这第802。三。你明天可以飞一整天，你说你的手吗？你成名枪之柱就在地下挖矿了。嗨，铲铲，早安，早安。早上9点多关台后就睡到现在了。我说这是开台实际刷的数字，那私下刷的数字没有算在里面。教主有睡好吗？你觉得9点睡到8点，我有睡好吗？
你真的是两天当一天在过的哎、欸，嗯，醒两天睡一天，醒两天睡一天。早上才说醒了快24小时，又一睡就睡了又快12小时，完了，好了，一直清痰。三有有，多睡点很好啊，我也是这样想。但很多人都会说什么睡太多不好啊，啊，你这个天气你要睡少一点，要死哦。今天终于把3码打上去，打上了哪里？打多高？你打多高？你要来双开了，你双开，鬼死十八都不来连锁了，不了，哦，很难连对不对？后院是不是一大堆吉利蛋啊，一大堆皮球什么的？我今天也快暴毙，下雨回家基本上没撑伞一样。原本想说赶快洗澡换好衣服就变成了啊，辛苦了辛苦了。看，洗一洗热热的热水澡，哦，然后马上躺上温暖的床，直接死去。卡在路卡利欧死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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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那种去旅馆饭店，那种冷气开到真的很强，然后被窝就真的又很暖，起不来那种感觉。你还在外面淋雨等公车？哦，干，冬天下雨真的是死刑欸，死刑。一零，哦，然后我不是之前脸有开刀吗？最近不知道是太干燥还怎样，就是一阵子了，觉得我那个伤口有点痒，然后去涂药，发现有抓破。陷太深无法自拔，我现在好久没有睡到那种超级超级软的床，躺下去真的陷下去起不来那种。要不要叫米菲姐学日麻？不然他不知道开什么台学日麻。脚湿湿的，哦，恶心。然后重点是我还穿袜子，哦，恶心。然后是那种毛袜，哦，更恶心，毛毛袜子。
他剪片剪太多，他剪片，他只是不想学吧。拜托，日麻比宝可梦好学，不用记什么属性克制哟。万子克童子，童子克条子，条子克万子，看到没有？他不是因为最近星期六很忙吗？我不知道。妈叔加油！躺下去自动睡3+24小时的床，你会去睡吗？睡啊，怎么不睡？时光屋欸，不是时光屋啊，那什么时光机欸，可以回到未来的时光机欸。你看，你这样一睡下去，一天就不见了，你就回到了一天之后的时间。嗯，其实人早就发明了时光机，那东西就叫床。对吧？能一起打雀魂吗？你看一下标题。每一集打过怕不行，没有啊，我没有限制啊，我没有限制什么，一定要给我钱才能玩哦。嗯，又不是那种打输的话要给钱之类的，也没有这规定哦。啊，七，边缘人安安。我要边吃边玩了吗？
太好看了，好看吧？哦，题外话，我那时候觉得《金牌特务2》啊，里面不是有钢琴家吗？那为什么那个谁反派一直都不杀了他，还是什么之类的？后来就想到他好像越看越眼熟，然后想想哦，是《狮子王》那个《狮子王》里面那个。辛巴跟娜娜那个遇到的时候，那时候的歌，就那首歌我很喜欢。我想说奇怪，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哦，同一个人，是什么13/12号，528什么28。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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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请问是从多少开始刷的？800。我们都是凑个整数啊，实际上，荧幕上都是记下来的数字啊，可能中途有多刷少刷什么的啊，就只是照荧幕上面的为主。来扣一下。20，你先洗澡，大概10:20左右，好。应该没那么快，我也希望快一点哦。没事啦，至少会有，一定会达到12点嘛。也不是我对宝可梦腻了，是我怕你们真的太无聊。因为再也只剩下打那个了嘛，打对战塔而已。啊，反正打对战塔跟刷这个也是差不多啊。你看打到后面打输哦，崩溃感跟这个刷不到的崩溃感差不多嘛。嗨，夏西，过来抱抱，过来，我拍大腿了，过来。啊，你现在都是要男团，不要我了、哦，好吧，好吧，好吧，祝你们幸福。我知道，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垫脚石，但是请不要踩我，好吗？我没有那么 N。垫脚石是拿来砸的，砸在你身上啊！开心开心。木木是不是在摩卡那边呢、啊？早早看到他。啊，然后舌头被烫到了。那我先跟你抱抱，来来来来来，我手张开了，等一下，我先把菜吞下去。
我现在是用脚在按手把，然后手在拿筷子。啊，铲铲吃了没？刚睡醒不是吗？也心安安。不是，因为连发手把你只要按住就好了啊。啊，等到按 home 键的时候再换成手按就好。你今天状况超差，吐了四次，你怎么了？你怎么会吐？不舒服？所以现在是他刷社尾吗？没错，你猜对了，你好棒哦！哦，不对耶，我发现我还要用手去改数字，刚忘记改。26福利安安刚吃完麦当当，哇，爽哦。啊，七，我以前得过厌食症状后遗症嘛，只是时好时坏。哦，没事。我以前稍微也有过，那时候是忧郁症的时候啊，就时吃时不吃的时候，突然觉得就是，吃东西只会想吐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一直消下去是真的吃不下，你硬塞给我就真的只是浪费食物，会想要吐。然后还是会正常的上厕所，有的没的，只是我比较轻微啦，
大概六天里面会吃个御饭团，或是喝什么能量饮料，不是能量饮料，那种补给饮料。不是很多是因为减肥，然后不吃东西，吃到最后造成有产生厌食症吗？我觉得那种比较严重欸，你是吗？我是快被学测压力很大的时候被当的时候，被当时的男友搞到心很累，所以大概快两个月闻到书哦不。闻到食物会想吐，那你可以闻我啊。我那时候其实在想，以前的我，不是就是很凶、很不耐烦吗？当时在实况的时候。那现在的我到底有多贴心、多细心、多有耐心啊？我在想，如果今天一个人跟我熬，一直跟我撸，女生啊，有什么想要被摸头、想要抱抱什么之类的这样子，那今天应该是说被撸吗？不知道怎么讲。是这样讲哈，就是。他有他的想法跟行为，比如说他觉得他就是这样是合情合理的，嘿，那就是要让大家去忍受他这样子，啊，就是公主啦，嘿，那如果今天碰到公主，我还是会跟以往一样很凶的面对，还是会变得很有耐心的面对，我就要对人呢。我觉得我也是很严重的对人不对事的、欸、就是会偏心。我是一个偏心偏很严重的人。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在台上可能一个人在那边乱讲话，我不ban他，因为认识。那另外一个观众是干爹，只是不小心乱讲话啊，我跟他不熟就 ban 了他。我搞不好会是这样子的人哦。对啊，大概是这样。我又不知道哎、欸，其实。而且如果今天你是这一台的 mod， 真的有扳手，你会觉得到底该不该下手？因为今天我跟他是认识，但是他又在这个台上跟我开玩笑，我们两个就闹很大。那实际上会不会影响到这台的风格跟规矩，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那时候才问铲铲说。啊、如果给你扳手的话，你不用管没关系，你要不要？因为他之前管过很多台，我是怕说他压力太大，啊，不希望压力大，只是想要给扳手，就是说比较好看到人。对，我只是当时给扳手的意思是方便更好看到人。啊，不想要给铲铲压力太大。因为有时候绿色、蓝色还是会分比较多。我不是黏人类型，只是需要私人空间多。那时候对方很黏，认真跟对方讨论过很多事。哦，没办法，我跟你讲，你就是让人家有黏的体质，哈哈，懂吗？你就是有那种让人黏的吸引力。你知道安康鱼这个东西吗？你扳手越来越多了，不是，实际上管台的扳手就你们几个，
啊，有些扳手是因为认识，真的是认识，像诺英那一群的嘛，那再像铲铲啊，还有几个可能龟龟一定会给扳手嘛，龟龟菜渣那种朋友就是会给，对吧？啊，实际上在管的就是无名木瓜啊，泡芙是偶尔，泡芙是因为比较最近常在看台啊，给他扳手帮忙稍来稍微管一下。然后小鱼跟老菊啊，就你们对吧？对不对？我以前还会请那个啊，值日生欸，因为那时候开下舞台，然后下舞台又没有什么扳手在，然后看到哦，黑糖欸，好给扳手，来帮我管一下台啊，冰沙欸，给扳手。然后那时候给了，然后忘记拔掉。然后没关系，反正都认识。啊，鼻孔的痘痘好痛哦！急了，三七。三八。应该早点打麻将的，这样我就可以早点立直，早点跑，早点断腰九十班。耶、如果说提分手看看，哇！啊，最近也听很多，我可以晚点跟你分享。我觉得年人在一起一定范围内还可以，但那个太夸张了。定位，欸，我觉得定位太恐怖了，欸，定位真的是要两个人都沟通好才能用的呢，不然一方面只想要知道你的行为去哪里啊，我知道了，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东西，为什么嘞？我可以分析给你听，那男生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不要？就是今天，今天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铲铲，什么意思？你看你长得那么好看，然后怎么讲？感觉你的条件就是真的很高，导致说男生好像对你就是会没有安全感，然后才会想要你的定位，然后就时不时就是要照三餐回你之类的嘛。他上任率他，所以就这样子哦，难怪没安全感。那能体谅。米菲早安，米菲要不要学日麻啦？你看你一堆观众也会打日麻，就你不会，学一下啦。但他要想清楚，那是过去，不是。他如果真的能过去，现在切割的那么顺利的话，也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或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心理疾病啊。很多就是没办法啊。我日本大麻是不是？还是日本麻薯？对啊，那你有没有奉劝他，跟他讲说，你下一任不要找正妹啊，还是不要找一些长得好看的？就他说他上一任就是不是找正妹哦。
没有，也不是这样讲啦，反正就是，反正就安全感这东西，反正就是，等我一下哦，帮我。但也不是说什么你付出越多的感情伤害越大啊，如果只是你单方面一直只有你自己付出的话，那你也不能怪你另外一半啊，因为是你自己啊，就像那时候跟木木聊的啊，因为他那时候是小朋友嘛，小朋友的恋情，那就跟他讲说，你看你们距离那么远又异地恋。我就说你只要把他当作你陪伴的对象就好，不要既然已经答应说当男女朋友，就好好做好女朋友的工作。就我只是觉得跟他讲说不要抱着说会走到最后。没有耶，他前几天还开小号 IG 回我，快疯了。哇，这个人好恐怖哦。我前前，你还在提前前前，你要不要跟我通话？我们来聊一下你这几天我们聊的事情要不要？请把你从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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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的男朋友，没有啦，开玩笑啦，乱讲的。感谢，想如果晚点有空，下班带我跑图。没事没事，你先。不是，我知道你在上班之后，我就没有打算说想，不是打算啦、啊、没有想要太麻烦你了。没那么多啦，哪有没那么多？你要不要听一下？你是五根手指头不够，我借你一根哦、喔。我们那天我跟小雨就啊，这样可以聊吗？米菲还是你要通话？那天跟小雨聊说，你是不是手指不够？要不我借你啊？小雨真是这样讲的，还是你在忙？来聊一下啊！可是我觉得你的故事真的都很瞎欸，你一生中遇到的奇葩太多了，我觉得你之后还会遇到更多。米菲小朋友，你现在才几岁？你跟我差了快十几，你跟我差了十几多岁哦。我遇到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哦。我之前遇过搞分手，但是又去威胁女生暧昧对象。请问周六杂谈有八卦吗？可能周日随便聊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提到我们就是旅游之间遇到的事情。米菲真是小朋友啊。对啊，我的晚餐都在旁边的，米菲要不要啦？聊一下。好来了，嗨。喂 ，Hello。哦。好，请说。哦，你有听到？有声音吗？有。等一下，我还在呛欸，等一下。你在呛什么？你要不要学日麻啦？啊？要学日麻啦？不要，太多手游了啦。手游跟日麻不一样，那是不同东西。阿爸，那是什么？就日麻。日本麻将啦。那个是你想玩就玩，好吗？它没有什么每日签到、每日任务什么之类都没有。什么限定角色啊？限定角色有啊，明天开始就有了。明天早上七点有。那有很可爱的那种吗？有粉红色的吗？有啊，你也要抽得到啊。
哈，还有男角跟女角，还有狗。为什么会有狗？狗会打麻将，你知道吗？哎、欸，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哪里呢？你去搜寻呐、啊！我现在打那个没办法打。哦，符贴给他啦，雀魂。哦，那个东西叫雀魂。对，麻雀的雀，哦、然后魂灵魂的魂。哦，我好像听过。我好像听过，我泡芙就在玩的就是雀魂的，你会不知道你的管理员在玩什么？他都讲日麻啊，对啊，一样的东西啊。啊，他一直玩这个啊。雀姬的话他没有碰啊，他都不关注我啊，左心，你看吧。哪有？哪有？好吧，你又最爱他了是不是？对啊，哎、欸、哇，爱是会消失的，啊、你要不要贴张图给你看？啊、我不要，我不要。欸、所以啊，那你那个前前任是怎样？啊，前前任就是怎样？前前啊，是前前前任啦。你看，你看，你看，哪有这么多？你看，不是你，等一下你听我讲。我听啊，我听啊，我最爱听了。我一生中遇过的奇葩真的很多。我要嘛就是在学校突然间被人家说什么一见钟情，然后我还截图，我想说以后他是乱讲什么骚扰的话，我可以告他。嗯。我就全部都截图下来，然后就是可能一生中可能都被超过二三四个人告白过，可是真的在一起只有可能两只手指头数得出来，哎、欸，两只手两啊刚好十个吗？出来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大概六个左右。那是等一下是实际有交往还是有牵过手的？牵过手的、哦，牵过手的，只有四个哎。好，没关系，因为我之前是网恋很久啊。对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被甩了不知道几次了。我也是啊，不是，我也是网恋。没事啊，拜托。而且我之前有一个是跟我交往完，哎、欸，交往，哎、欸，交往完以后跟 Yui 在一起的。你这可以讲吗？可以啊，之前我跟 Yui、哦、对啊，之前我跟 Yui 在开台讲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好，就是那个男生跟我分了以后，好像过没多久就跟 Yui 在一起。哎、欸，过了一两年吧，哎、欸，有一年这很久了吧？没多久哎、欸，没多久哎、欸哦，你的时间、啊、过了一年啦，一年应该是一年，我记得一年以后就跟 Yui 在一起了。嗯，对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啊。我以为不能讲啊。没有，因为之前我跟他录影的时候就讲过了，我们两个就开来讲过了。哦，啊，你的钱钱钱呢？钱钱钱，你说小朋友吗？他就是一个小正太啊。不是啊，你的钱钱钱是小正太吗、啊？他未成年，对啊。你交一个未成年的？啊？你怎么那天没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不是，你那天只有讲学弟的事情哎、欸，没有讲未成年的事哎、欸。那这我想一下哦、喔，这记录档要不要留？不是啦，就是对啦，没有，因为我的长相看起来比较像小孩子嘛，就是我教的几乎也都是年纪偏小的，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就是很正常的谈恋爱，就是没有大家想的奇怪的东东，就是正常的。没见过面的恋爱。他的话有见过面。哦。对，可是因为他是桃园人，我跟你讲，下次我以后要去桃园，我真的是要准备好那个一桶鸡蛋，有没有？啊，我知道他家地址。嗯。我一定会去他家门口砸鸡蛋。你这请问跟你的前前前任有什么前前任有什么关系？觉得嗯，因为他，我跟你讲，那个小正太，他就是，要怎么讲？他之前刚跟我就是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很悲观，很悲观，就是什么赖的头贴什么都设整个黑色的，然后封面也都是那种什么，就是一个流星雨，然后两只猫在那边看那个流星雨那种画面，就是很悲观的那种，的那种男生。然后我当初会注意到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讲话很好笑，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有点幽默，但是又不是那么
那么会逗大家开心，就是他的笑点，可能我的笑点比较奇怪吧。你什么都可以笑啊，不奇怪。啊，就觉得很好笑哎。然后那时候我们玩一个手游认识的，是一个 RPG 手游认识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他以前啊，他一开始就是会先取得我的同情。我觉得我一开始对他是同情哎。你看吧，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什么，他说他前任就绿他。然后劈腿，好像劈腿他跟另外一个男生，然后都是打我突然讲出来了，都是打游戏的。我好像知道什么游戏了。然后嘞，对，他是打某一个游戏的。然后那个女生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就是一下跟他，一下跟别的男生，然后叫人家带他上分之类的，就是有这种事情。他只是利用这个男生，他没有真的很喜欢他，然后。他就是被，就是有点像是抓包吧，就是偷吃，然后被这个男生抓到。然后当时的那个男生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相信女生，因为那女生是他的初恋。所以啊，我那天是不是讲了叫他去找男生啊？对不对？你不相信女生，那去找男生啊，男生不会背叛你啊。真的，或是你就养个宠物就好了。对啊，你去学数学嘛，数学不会背叛你，啊、你不会就是不会。然后反正他就是他说什么他很没安全感，因为他的前任造成他这样的一些就出轨，类似出轨的行为啊。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我就是我是一个很值得他信任的人，我就这样跟他讲，我就说没关系啊，你没有安全感，那我是应该我是可以很带给他安全感的人，我那时候就这样跟他讲。然后呢，跟他在一起的过程中真的是风风雨雨，是不是觉得跟他讲的有冲突了、啊、就是他讲，我后来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是属于那种不会给人家安全感的人。嗯，那难怪啊。 对啊，对，他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其实有点不是很高兴，就是觉得哈啊，你说这样的事、欸、他那时候做很夸张的事情哎、欸，你知道吗？哦，讲来就生气。好、哦、来请说，欢迎。哦，我跟你说哦、oh. 那个男生哦、oh. 我真是想把他打在墙上走。他那时候啊，反正就是那时候打斗阵啊，然后我讲出来了、没关系啊，反正对啦对啊，就是对啊，好啦对啊，就是打那个游戏啊。然后那时候我在跟他一起，我们两个就双排，然后就过没多久他就突然间说欸你等我一下哦。然后我想说哦他要干嘛，我以为他有事情要忙，我就在那边等他。我一个人在大厅等了他两个小时，你知道他怎样吗？我去跟别人排。对，很合理啊。他跟一个女生排，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双排。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哦，没有啦，刚刚就一个很久没有上线的女生朋友，就是以前的朋友上线了，这样啊，他难得上线，我就想说要赶快跟他玩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很莫名其妙，我想说你不是也可以带你玩呐、啊。对啊。真的哎、欸，我就想说，我不是你女朋友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怀疑，我就问他说，这个女生是谁？我就开始问他，就你知道更后来我听到什么更让我觉得荒谬的吗？哎、欸，前任，那女生是他以前喜欢过的女生，可是因为那女生一直有男朋友，他一直追不到的女生。哇，重点是那女生没有长得很好看，好吗？我超生气的，很多时候都是已经吃过才会觉得说没吃过的试试看，好吗？哦，我真的是超生气，我那时候真的超生气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把我一个人留在大厅，然后你做这样的行为，你跟我说只是朋友，但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就那时候真的很生气、嗯，可是我还是很理性跟他讲这些。哎、欸，那你那一任你知道他本名吗？我知道啊。那他是二声四声二声吗？没有，他第一声是平的、欸。好、啊，那完蛋了。为什么？没有啊，那天不是跟你讲说二声四声二声吗？哦、你说周杰伦吗？怎么周杰伦啊？周杰伦却没有哎、欸，白痴哦、喔！啊，你不是说罗志祥？不是，吴亦凡。周不是平声吗？对啊。周杰伦。杰是二声啊，伦是二声啊。他是平声、四声、三声，那就不是了哈。
我跟你讲，斗阵不止两个渣男，斗阵超多渣男。欸，他跟我讲说斗阵是交友软体啊。对，斗阵是史上最大的线上交友平台。哪有，最早是劲舞团好不好？小妹妹，你应该还没玩过劲舞团哦。我玩过啦。那你有被约过吗？约你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之前还要去 Seven 买那个唯舞独尊的那个的那个，我还去买过唯舞独尊的那个 CD 片欸。嗯，我也有啊。后来就丢掉了。都也是好不好？现在都是啊，只有打电竞的那些都是交友平台啊。真的，我跟你讲，而且电竞选手其实也啊，那就又灌到你前前任了，是不是？哇，是这样的吗？这是可以讲的，我想一下。看你啊，啊，所以你为什么要丢他鸡蛋？哦，我之后就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你听一件事情。听一半就好，真的听一半就好，就算再可怜、再难过、再真实，听一半就好，懂吗？真的。欸，为什么讲一讲讲到会缓冲啊？我也黄标了吧，白痴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应该没事。为什么讲周杰伦没黄标？没事没事，不是周杰伦啊，搞不好是讲电竞什么交友软体讲到黄标。为什么？周六再讲。周六是什么啊？啊。哦，我周六有办一个杂谈啦，哦，就是让大家丢问题给我，我可以回答。没事啊，就只有那一天，我只有那一天会回答。嗯，隔天我就不会回。那你这边可以先听一下，有没有目录而已，礼拜六再去问问清楚一点。哎，欸，我的人生太精彩了，真的，我过得很充实。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之前交的第一任？没有，欸，他是。他是跟我在一起了不到一个月就跟前任复合。跟你在一起不到一个月？对，就跟前任复合，然后是第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欸，我看到你女朋友跟其他男生手牵手，欸，我就去问他，然后我说那个谁谁谁看到你们俩手牵手，那是谁？我说我哥啊，你抱我哥哥哦。我还真的相信哦，屁啦，你哥哥嘞？欸，我那时候22岁，好吗？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件最老实的话，你不要吵啦！我骗你，你不要吵！我骗你，我已经有各种理由，我已经多活了10岁了，好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听他跟狗干，就是因为他，我才相信人讲的话都只能听一半，就是因为他，就是你就是遇到坏掉的，都坏掉了。哎，他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跟我讲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你那么好追？哈？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是第一人嘛，放不下手。然后知道他真的很烂，他翘班啊什么之类的，害一个店长从早上7点上到晚上12点。他几岁？你那时候几岁啊？我那时候22啊，他25啊。你22才第一任哦？你不相信哦？哇哇！啊，这之前都是交网友好吗？哦哦哦，所以之前都不算，之前根本没牵到手啊，所以没牵到手都不算吗？我是觉得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说没有牵到手，没见到面都不要算，真的，哦？可是网络上就是难免会有，难免会有放下感情，或是就是有重心，对不对？我是这样觉得，啊，但对很多人来讲，对吧，啊？很多人来讲就一半一半嘛，有些人觉得说这就算啊，啊，可是如果算的话，很多人就说那我是不是交了50-60个了？我每个都有感情啊。太多了吧，这是乱情吧，那是人家讲的啦，不是我。行啊，欸，他这次我第一次牵手是大一的时候，欸，我那时候就是人生第一次牵手是大一，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因为翘班翘太多次，然后那个我们员工就是说，欸，你去跟你女朋友说明天就要不要来了，反正找到新员工了。然后我跟他就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嗯，我就跟他说，欸，你不用上班了啦，他们已经找到人了。他说好，他知道了。那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前任会上来淡水3天。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在他前任的租屋处，我就说那你明天3天都要在你家哦，不要给我在这边哦。他说我知道，我是你女朋友，这样子。然后讲完我刚好送货，我那时候也在聊天室讲，我刚好送货，送货的时候就经过看到他摩托车，就在他租屋处楼下。我想说不要吧，你不是答应我，那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那在我就在楼下等，等到有人开门的时候，
另外他因为就楼下的也都认识我，然后我就跟着走上去，然后就在打电话，电话在房间里面响，然后就去敲门，然后他要走出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我就说你怎么在这边？他说我在陪他，我说为什么要陪他？你不答应我吗？他说，他说，哦，他说他男朋友不会什么洗衣服、做菜什么之类的，来帮他打理什么之类的。我说那你来这边多久了？我说刚到啊。我说那我在楼下等了2个多小时，你知道吗？他说你真的不相信我吗？他这样讲，然后他就把门甩上去了，然后就恼羞成怒啊，所以我就走了。然后他就把门甩到他头上去，然后他甩我哎、欸，然后再就是甩门，可以甩到他头上。我就搭电梯下去的时候，他传简讯给我说，他给他3天的时间，好好想要跟谁在一起。不用啦，我跟你讲啊，所以就这样子，我就直接狠下心，就是没有想理他啦。就三天过后，他传简讯说想跟我聊一聊，我就大概猜到说，应该是他被甩了，然后来找我。我之前也这样子被弄过，我之前也这样愚蠢过，对，然后我就见他，我就跟他讲说这样被甩了吗？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猜到的啊，怎么了？他说你还会原谅我吗？我说当然不会啊。就不行啊，就没什么好原谅、啊。然后他在 FB 就 po 文说什么，怎么就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情，什么之类的哦，我就气到直接把他个 FB 删掉。你没有封锁他，你没有先呛，你没有在他贴文下先呛完一个？没有啊，因为他就是那种宝贝怎么了？我等一下跟你说，哦、就那种啊，一大堆啊，对啊。然后他还对，他一个闺蜜就是。跟他也是，就是一起进去那个店，然后就是不同店家这样子，他们两个就同时一起翘班的，有的没的。然后那个她闺蜜那时候加我好友，又删我好友，又加我好友，因为她是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她加我好友，因为想说哦大家都认识就加一下，结果她那时候就说什么她把我当干弟弟在看，她就说我凶她，为什么要凶她？弟弟会凶姐姐？我说我会啊，我会凶我姐啊。他说我不能这样子、欸、什么之类的，我就回呛他说：“啊，你们就那边翘班当员工可以翘班吗？”他去回什么知道吗？我在帮我妈弄事情，我请假上班合情合理吧？我说对啊，一个礼拜休假3次嘛，合情合理啊。然后他删我好友，然后之后会加我好友加回来，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粉专开始起来了，因为我一开始早期是想要当图文作家嘛，然后粉专起来，粉开始红了。然后跑来加回我好友，然后那时候加了之后，我想说他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又没有干嘛，我就说所以你加我好友干嘛？我说没有啊，就朋友啊，加回来看一下，我就再把他删掉。哦，是哦，朋友哦。对啊。天哪，我这种的朋友，我完全不会让他加回来。如果说真的，我是那种做事情做很绝的人。如果今天真的觉得这个人冒犯到我，或者是他做真的惹到我不爽的事情，他再怎么解释我都不会听啊。没有哎、欸，你会好不好？没有，你会？你问泡芙来，泡芙，泡芙来，我们通话。没有，我现在很狠的，我现在很狠啊。传证人，我现在很狠啊。这个你就要问泡芙喽。我刚刚说的那个小侦探，就未成年的那个，他是就是，他跟我提，就是他传完简讯，他传了一个讯息就打什么，虽然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然后下面就打一长串，然后讲完以后，他就把我好友封锁了，然后就把我所有好友都删光了，没有任何共同好友，然后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消息。然后我那几天就是都一直。就是一直以泪洗面，有点那时候有点就是走不出来，想说天哪，我怎么会这样？就是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就觉得很荒谬，然后又没遇过，第一次遇到。然后他就说什么啊，他过没一个礼拜，他就跑回来就是密我，他自己把我的赖解封锁，然后就密我说什么，他仔细想想觉得他好像有点太冲动了什么的。就是他可能说把我好友删掉，或者是封锁我这件事情，他觉得太冲动了什么的，然后就跟我道歉，说什么我可不可以再给他几天的时间让他想想？哇，好像哦。哦，我那时候真的，他是我跟你讲，他是他是2002年出生的，所以嘞，
所以他，所以呢？小我3岁、啊。所以呢？所以他那时候他很有潜力嘞。他那时候才16，哎、欸，小我那是然后2年前、欸，差不多16。那时候16岁还是17啊？我有点忘了，2年前。那要讲一下学弟那件事情。什么学弟？学校学弟啊，便当盒那个。啊，你说那个、哦？我来，你讲你的看法来，然后我分析我跟小雨的看法给聊天室看看我们谁比较准。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就是我的初恋很神奇，跟小说剧情、漫画剧情里面有99%很像，但我当时就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直到优衣跟反向们破坏了我美好 的回忆以后，我突然觉得这很不正常，对不对？就是我跟你们讲，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我国三那一年吧，那时候要拼考试，然后我在扫地，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中午时间吃完饭以后就要上楼去打扫嘛，以前都是这样，然后吃完以后我就准备要去打扫的时候，发现我的楼梯间，因为我是扫2、3楼的，然后我朋友是扫1、2楼的楼梯，然后我走到第三楼的时候，就发现地上有一路的汤汁，就是那个咖喱酱沿路这样子滴下来。然后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很不妙，因为我们扫地要先扫过一次才能用拖的嘛。可是他如果把地用湿了，你就不能扫了，你就必须用拖的。然后上面的垃圾就很麻烦。然后呢？那个那时候我就心里觉得很不爽，我想说到底是哪个小屁孩在那边给我乱喷那个菜汁什么的，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真的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不行，我还是要去扫嘛，我就去用拖把。然后再走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学弟就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他可能在看我是不是扫那边的吧。然后他就默默的走过来前面，然后就用那个水汪汪的大眼睛，我跟你们讲他长得像谁，他长得像那个鹿晗，大家知道鹿晗吗？以前 ESO 的成员，然后现在是中国的，他中国人，他好像是中国人，我记得。好，继续。对，我讲过这件事情，只是在5年前吧，还几年前我忘了。然后那个学弟就是长得很那种小鹿，你知道吗？那种你野生会看到那种很小只小鹿，就觉得很可爱的那种类型。然后眼睛水汪汪的，然后鼻子很挺，然后嘴巴小小的。然后他就在远处就看着我说：“那个学姐，那个汤汁是我朋友不小心滴到的。”然后那我该怎么办？然后他那时候讲话还结结巴巴，他可能很害怕吧。我想说，我那时候真的有那么凶吗？可能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所以我脸很臭吧。我就这样想，然后我就看了他，就是很有诚意的道歉以后，我想说，哦，好吧，那你就把你滴到汤汁的那几个就是拖一拖吧。然后我就下去一楼跟我好姐妹抱怨，我就冲下去跟我好姐妹说，哎，楼上全部都是菜汁，怎样怎样的，很麻烦呢什么的。然后我隔没多久再上去的时候 ，amazing！ 我跟你讲，他把2、3楼的楼梯全部都拖干净了。那表示你聊很久哦，你聊太久了哦。我那时候其实想抱怨这件事情。真的吗？我觉得很感动哎。然后不是，我那时候是想抱怨，是说是不是你聊天聊太久，人家都已经脱好了，你还没到。2、3楼，我不知道，我换上去的时候，哎、欸，他怎么全部脱完了？也太有心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就是哇，这么有心的吗？就有一点，就是哦，这个男的也太好了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这只是开头，他的开头就让我就是第一印象很好。然后。后来只要每次他要抬三桶的时候，我就会因为我在那边扫地嘛，他就会跟我四目相交，然后他可能就会对我笑一下。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姐姐看着可爱的弟弟这样子灿笑，是不是就会有一点觉得哦，好像有点可爱这样？你有同感吗？你是不是没有同感？没有啊，我就觉得就你后面继续讲嘛，我觉得那就是套路啊。反正他就是会一直就是看着我，然后对我笑，每次就是抬餐桶都这样。然后隔了一个礼拜，他就有一天就继续抬餐桶，因为他餐桶不是要用2只手拿吗？他就用
他就抬着餐桶，然后上面放着一支笔在那边滚啊滚，然后他嘴巴抿着一张纸，这样跑过来就嗯，好像叫我要拿那张纸，我就把它拿下来，我就说怎么了？他就说学姐，请问我可以跟你要 FB 吗？然后这一句话结束后，小雨讲了一句话，这就有问题呀、啊！你看，笔放在餐桶上面啊，纸不会放在餐桶上面，用嘴巴咬。我就说对呀、啊，这就是套路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反驳这个行为了。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跟朋友套好的有的没的事情。可是他看起来很单纯哎，我看起来很单纯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看起来就不单纯好不好？他看起来是很单纯的那种，就是眼睛水汪汪的那种。不是，对，好，他是单纯好了。那馊主意是他朋友想的，可能是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要想哦？像小雨说的，餐桶上面他可以放笔，那、啊、为什么不放纸？可能就是为了只会飞。你看，有人说了，对不对？只会飞走啊，风是拖沓啊。今天的风儿真喧嚣。而且餐桶上面应该都会有水滴嘛，那些什么沾到纸就不会没关系，又不是要可能亲你的什么亲笔签名什么之类的飞走，那可以写在手上、纸上啊、衣服上也可以啊，对不对？而且最好笑的是，它纸多大张？我那时候想问，卡片吗？纸哦，差不多跟卡片差不多。那为什么不拿一张小便条纸放在口袋？不知道哎、欸，对啊，他不可能就是叫我去摸他的那个口袋吧？不是，奇怪、欸。好。你可以把餐桶放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自己用手从屁股里面拿出纸跟笔，好吗？那小雨说的是说，那为什么他不用头去顶餐桶？对不对？他不就讲吗？怎么可能？他用头顶餐桶啊，手就有笔跟手那个可以拿了。他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套路啊！怎么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我觉得不要不要，你们不要破坏我的初恋。而且我也讲了、啊他的笔可以放在耳朵上面，跟那个弓头一样，好吗？那很丑哎、欸。那不呀，抿着就比较好看吗？对啊。没有啊。他嘴巴抿着。我跟你讲，其他男生看到、啊，其他男生看到就觉得这个人很 gay 白，很假。真的。你们会觉得很狗很奶，没错。可是。在男生的眼光里面，他就是在假。来聊天室的男生，你们觉得啊？他是我的初恋呢、欸，你不要这样对我初恋。没有，你初恋总会毁掉的嘛，懂吗？没有，没有初，没有什么初恋总是美好的。真的啊，真的很美好啦。对啊，你很美好，可是你不是最后还是就是辜负人家。其实觉得有点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准备考试，我那时候真的很认真，就是在准备。就是，而且我们班的班导就是要求很多，他很刁我，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哪一个科目不好，他就会一直要我加强、嗯。那时候班导让我压力很大，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可能五六点回家以后吃完饭，我七点就要洗澡，洗完澡八点就要准备读书了。那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可能十点前一定要睡，就我爸妈规定十点前一定要睡觉。到国中的时候都是这样，到高中好像也都是，嗯、就是家教的问题啊，然后。那时候我六点到家，我开电脑，我就看到他传说，学姐吃饭了吗？然后七点，学姐今天过得好吗？然后到八点，学姐洗澡了吗？然后九点，学姐你要睡了吗？他都是传这种，就是这种嘘寒问暖的吗？每一天一样的东西。我真的问一下，如果今天换作不是他，那是其他人传这讯息，我觉得是在骚扰你。你不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变态在跟踪你还是什么之类的？你会想要封锁他？如果不是我男朋友，我可能会封锁啊。对啊，那今天是热恋期，谁不会啊？我不会啊。我不会啊。你不会，你就怪啊。不是你这样子问这些没有用，因为你每天问一样的问题，别人听了也会觉得，就是啊，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吗？还是你想要跟我分享什么吗？那他就是会一直就是六，他是整点暴食的那种哦。之前对话记录都是整点暴食哦、嗯。然后我可能回完了就没有后续了，就看我跟他说哦，我吃完了、啊，然后他就已读哦、啊，然后等到七点，啊，那学姐姐，他就不知道回什么、啊，你们在尬聊哎、欸。对啊，你就在尬聊啊。没有电子音正常啦、啊、，DC 有时候怪怪的。嗯，对啊，我是初音未来。
我跟你讲，你看聊天室都觉得很烦，对吧？你看，说你很烦还是他很烦？他这样的行为，就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讲，可能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还要忙课业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他说，就是哦，可能没有办法。然后结果他居然直接跑上来问我说：“学姐，为什么？”你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哦，好啦，我真的有可能真的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啊，没有时间对他就是付出这件事情，但是对啦，你看不像你身上其实没钱，然后跟人家说好，我们去吃大餐呢、啊。哦，我跟你讲，而且之前我跟他就是分开了两年之后，然后有一年的生日，我就想说，哦，我已经上大学了啊，那应该更久了。反正那时候我想说，哦，我已经上大学，然后我就看到他 FB 跳出什么，他今天生日什么什么的啊，他好像今天生日哎，今天10月21，对不对？对啊，你看他叫什么名字？我去帮你说生日快乐。我想说，我今天好像有看到那个 FB 跳出来说，今天是某某某的生日，快点什么写信祝福他吧。好吧，快去吧，快去吧。没有，你知道 FB 就是会搞事。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不知道几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FB 跳这个讯息，然后我就问他说，学弟你最近过得如何？就想嘘寒问暖一下，然后很久没有讲话，我就跟他说，学弟最近过得如何啊？有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啊什么的？就是想说他准备要上高中吧，那个时候，对，他小我3岁，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自从跟学姐分开以后，我发现我无法再喜欢上别人，对，然后我整个罪恶感都超重的，是因为我吗？你就来看舞台啊，有160多个人帮他庆生。不要啦，不要啦。你在晚上11点啊，再跟他讲讲一下。我还记得你。我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FB 啊，我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在线上。哦，这很久了呢。他回说：“你好，我是他女朋友，请问有什么事吗？”是有他啦。有谁？跟他讲生日快乐啊。然后，一小时前，他有一个朋友跟他说：“叉叉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跟他说：“谢啦，谢啦。”哦，去讲吧。我这样子还去跟他讲生日快乐，不太好。可是至少你们是和平分手啊。是啊，不像你的那个想要砸鸡蛋的分手啊。对啊，对啊，真的。可是他后来长歪了。看吧。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没有，他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啊、真的很可爱。啊，你就是啊，就什么叫小时了了？好吧，那也就祝福他吧。对啊，他长大以后变得好，很歪哦，有一点歪耶，鼻子长到脸颊上了。不是，他牙齿变得有点爆爆的，他以前没有这么凸。我就是被打。然后他戴眼镜了，他以前没有戴眼镜。他会拔什么？不是啊，他以前没有近视的，他现在近视了。我以前没近视啊，而且最好笑的是，米菲说我不会戴隐形眼镜，我没看过哎、欸。其实我而且我不戴隐形眼镜的原因，我跟你讲了、啊。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如果戴上去的话，黑眼圈会超级重。为什么？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熬夜熬得很凶啊，失眠呢、啊。不要熬夜，所以我那时候告诉你，我告诉你有一个方法，一定可以睡着啊。你就是你去玩密室逃脱，睡觉前不是，你就是躺在床上有没有？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碰，然后灯整个关掉，然后你就可以看天花板，然后嘴巴张开，然后嘴巴张开，然后啊这样子，你过没多久就想睡了，真的没有，我都试过了，真的。你要你嘴巴张开，你问泡芙嘛？你问泡芙，那时候我去跟他拿游戏片的时候，我那时候这只眼镜拿下来，他吓到，我超黑的、欸。你是说隐形眼镜啊？我没有，就是我眼镜拿下来的话、啊，眼镜拿哎、欸，我没看过哎、欸。你这是入眠仪式吧？嗯，什么入眠？不然下次嘛，下次有约的话，我就戴隐形眼镜过去。不要啦，你干嘛？你这样眼睛不会痛吗？啊，我会戴眼镜，又不是说不戴眼镜。啊，你戴隐形眼镜又戴眼镜啊？啊，当然啊。为什么要这样？不是，
我隐形眼镜戴在眼睛上面，眼镜放在盒子里面。隐形眼镜戴在眼睛上面。啊啊啊啊啊啊！你是说戴眼镜出门，不是戴眼镜出门啊？我懂了，我懂了。这人是不是怪怪的啊？你以为又是那个无镜片的那个眼镜那个眼镜吗？无镜。哪个戴跟哪个戴？我们要戴隐，那请问戴隐形眼镜跟戴眼镜？戴隐形眼镜跟戴眼镜，请问音是一样的啊？啊，我怎么形容？对啊，啊对啊。我要说什么来？就是下面有船，然后啊，我怎么知道你听不懂？其他观众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你不行，你要先以我的方式，我的脑回路去想。那要想很多欸，没办法、啊，我比较 special 一点。对，特殊的宝宝、这个方法我跟你讲，这方法是我研发出来的。哪个研发？因为我发现嘴巴张开，就是你嘴巴的啊，都脸部放松是最容易入眠的。来，那你要想一下，你是最 special 的、每个人不一定适用好吗？你要想一下哦，如果今天是好全黑的画面好了，那突然如果是用那个夜视镜在照你的话咧，人家会以为你是在做什么邪教仪式吗？然后眼睛张开啊，然后用那种夜视的灯照你，那么你的脸就会整个是绿色，然后眼睛会那个瞳孔会反光，那就啊，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就是你刚刚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跟你讲说，你这样很像那个什么，然后被鬼附身还是什么的，只插在你的那什么，你的身体不会慢慢浮起来。我是啊，真的啦，你嘴巴就是放松，真的放松就是最容易入眠。我跟你讲，我都这样睡的。我那时候是脚微微抬起来，大概30度，凌空30度，30度，你要躺平哦，然后腿是抬起来30度哦，然后维持10秒钟，你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你先试试看，睡着吗？不是，这样会很累，很热，很累。啊、不是你说脚抬起来然后就睡着？没有啦，先抬起来你会发现很累，累完之后你会想睡觉，这样可以做到、你说让自己累再睡，对啊，啊这样也可以练腹肌，很棒哦、对耶、可是我虽然没有练腹肌，可是人家都说我看起来有腹肌耶，因为瘦啊，瘦都会有瘦，基本上都会有腹肌啊。你给你看我的腹肌。不要，我都没有在运动，然后还有腹肌耶。那你要看我的腹肌、你去看我 IG 啊。我不要。对啊，你不看我，我看你干嘛？啊，我跟你讲，口水流出来是正常的，因为你嘴巴张开，然后就一直流口水。不是你口水是多满出来的哦、喔，还是你是侧面啊看着镜头啊？欸，很像那个欸，那什么，那什么《咒怨》那个小男孩哦、喔。女飞会不会流口水哦、喔？睡得很好的话会流口水。那我觉得只 是睡得很好，不是睡得很好，是睡到没知觉才会流口水。对啊，我其实睡觉会流口水啊。对啊，我以前也很常这样、我可是我现在不会了、我长大了。哦，你长大，那我可能还没长大。对，那我再去睡一下。好，晚安。好，晚安。那礼拜日再分享你那前系列的。礼拜日？礼拜六啊，你不是有哦？礼拜六疑问。那有人提我才会回答、我每个都提好不好？从前到前前到前前前到前前前，我为了你那天不开台好不好？我去乱。不要。哎、九一记得哦啊。好啦好啦，拜拜拜拜。好，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去忙吧，你要忙不是吗？拜拜。拜拜。应该不在了吧？哎，米菲 ，Hello，Hello，Hello， 没有啦，反正就是米菲在当时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也不想打破他，是真的太美好了。毕竟人家说是初恋嘛，初恋一定要好好的之类的，不想被打破，而且又是女生。
啊，你也知道我就很急白，喜欢去戳破啊，因为看得多，想得多啊，也知道得多嘛，对不对？考虑到919吗？没有，919明天好不好？白痴哦，整数不好吗？对啊，很多事啦，就在当事人眼中是一个场景嘛，可是在其他人的眼中看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场景，对啊，就类似早上讲的嘛。那今天一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可是那个人就是觉得他不知道。真的耶，我美好的初恋，没事，搞不好我们误会了啊，对不对？啊，我只是把我们看到的风景跟你说一下，对啊，可能你走，他经过的话，都是那种动漫有没有自带仙气，然后走过去都有风，都有那个亮片在旁边洒，然后我们看到的画面可能就是有人在拿那个聚光灯照他，跟洒那个血血的时候的画面，我都是看到这些，那可能有人看到就是地上那些纸屑要扫，对啊，对不对？总共有三个场景嘛，一个是你看到的，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看到地上的垃圾要扫。不能讲鸡掰啊，就讲这样现实。我觉得我真的很鸡掰耶。其实那时候早上也有说啦，有时候我也想要就是开始比较节制，就是讲话不要再那么白目了。虽然都是效果啦，可是就真的有时候会让人笑到很难接话。大量的特效滤镜，对啊，而且刚刚说怕风吹走的话，那为什么？我那时候在想，你们那时候是校规很严吗？手机不能带吗？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开放说学校都可以带手机了。而且你要想哦，他跟你要 FB 的话，怎么想？就 FB 又不用写什么大字报、什么卡片的，就是小小一张纸就好了，不是吗？还可以写在餐桶上面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 FB 账号是多少，然后就啰嗦他。嗨，木木，你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不能手机哦？啊哈，国中可以吧？我那时候母校就是，我国中毕业之后母校就开放说可以带手机耶。哦，还是不行哦？好吧，只有电脑可以用。啊，你不是要？你刚吃饱，你刚明明就在摸卡台，想骗我。好，原来我们的国中不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开始不能体罚，就是因为从我们那间学校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进来都会检查什么手机什么之类的嘛。那就是有个学生就是在学校门口外拍学校里面。然后学生被体罚的东西拍给那个立法，那你忘记了？然后就造成说，体罚这东西开始被禁止之类的。我比较喜欢讲一些，我也是啊，就是有时候想太美好的那种东西，我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很多事情往往都是跟，已经想好规划了，但是总会有发生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而且一定蛮常发生的啊。所以他会说跟我在一起的女生会比较辛苦啊，讲得太现实了。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比较常都是往负面的方向去想，就比较不会有。正面思考的方向，怎么讲？就是因为碰到的挫折太多了，导致对自己开始真的没信心。那对将来的行动或是什么的，都是抱着说，好啦，到时候再看看啦，这样子。
对啊，所以才会常常觉得，也不是想要一直戳破别人，就是觉得希望他至少有考虑到这一点，欸，不要什么都觉得想得太好。啊，我之所以悲观，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啊。从小到大挫折太多了。啊，你们也是说要有一点信心，信心要多一点，欸。啊，可是就是我从小就是被否认到大的，欸，因为我当时从小时候嘛就比较皮，然后只要家里东西坏掉，第一件事情就是骂我，不管对或错，就是先打嘛。我那时候就讲啊，就先打，然后打到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那时候就是他们也觉得孩子大了不能打了，那要么就是怕我打他们，应该是不可能，啊，反正就是。就打又骂，然后骂到是已经高中了，然后家里又发生很多蛮惨的事情，对，才会住在铁皮屋嘛。之后就是一直都活在不被肯定、那不被赞同的一个背景长大，然后也是蛮常把自己就封闭起来啦。你很乐观，所以可以跟我说，不是。就是你的乐观跟我的悲观碰在一起，你知道吗？才会造成说我们两边在互相的开炮火，不是炮火啦，就是会有就是思想代沟啊。况且你小我太多岁了，所以那时候跟你聊到这些事情，会觉得不行，你还是小妹妹，不行。这样摧残你好像不是摧残你啊，这样破坏你的梦好像不太好。你私底下还会割自己，欸，千万不要啊，不然再难过再痛苦再怎样，就是不要留下疤痕哦，长大真的很丑。你也是小妹妹，对，你也是，你是泡芙的妈，小泡芙的妈妈，对啊。你以前都这样，欸，那样子你说自残吗？那样是什么？哦，还有两只哦。对啊，我那时候再难过，只是会敲墙壁而已，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没有勇气用刀划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准备自残之前，我会想到后面会发生过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割下去后面的伤痕，那如果万一以后结婚，那个手伸出去被人家看到，会不会很丑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想说，我以后会结婚嘛，然后就在想一大堆东西，然后还是先不要割好了，还是喷药好了。我勒你勒怎样？对吧？就而且我那时候跟，因为自己本身忧郁症嘛，也都知道就是我们脑内不会分泌快乐的因素。那时候在割的时候，这个 po 文要割完的人哦。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要横的割，你直的割。你真的想死的话，你不要横的割，你给我直的割。然后他就把我这句话po出来公审我。我就答说，因为哦那时候好像 FB 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乱加了一大堆人。然后那时候他就公审我说，这个人怂恿我自杀，我就把他之前po的文先截图下来，他删掉了。然后我就贴在他的留言，他把我那个留言删掉，我就贴在自己的留言上面。那个人就把他的不知道是封锁我啊，还是他删掉 FB 了。他就说好想死哦，但是割完死不了怎么办？然后就提供就是你值得割，然后去泡热水。对啊，这种。无伤自残的方法要分享吗？不用，我可以分享一个让你慢性死亡的方法。耶，900了！你就是啊，从现在开始，每天给我一份超级留言，我就这样子慢慢把你的银行账户的血量慢慢刮走。好啦，没有啦，来打日麻吧。啊，没事啦，我现在不会做到去自残的啦，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个身份，如果乱来的话，
那以后那些人就是粉丝什么的话，我知道可能也会伤心难过或是什么的，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很难过啊，剩下就是自己静一静嘛，就是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啦。还有100要12点了吧，要啊，哎、欸，再来一点，再可能就是刷到11点50几分了，因为大家差不多100个要一个一小时20分左右。对，你们自残的话我就没有钱赚了。你看，少一个人看我的台，49896，啊，少一个人看我的台吃我广告，我就没收益了。哇，你抢到了哎、欸！一击当千，一击当千，一击当千，一击当千。啊，你不要用你老婆了、哦？你今天有梦想吗？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都是三案客哎、欸。是差一点四单客的、欸。哎，泡芙不泡芙，你飞，你看狗在这里，这就是狗，有没有狗会打麻将？相信了吧，我没有说谎哦。彤彤安安 ，hello hello。我给米飞看小正太哦，啊，米飞还在吗？重点他还在吗？哎，米菲在，嗨，米菲。你就可以把卡回完我了，对啊。没有，今天想看小酷酷的话，就是换回灰月姬；想看胸部的话，就是换回这一只。没办法，这只那么香，搞得好像卡回是你的一样。有兔耳的都是我的，好吗？只是他是人耳跟兔耳是在一起的，有点难过。下次限定角有哪几个啊？是不是三个啊？你可以看兔耳的那个麻将群，可以稍微趴一下文，都有打。想看很多的找你，什么找你？我觉得不妙哎、欸，啊，太贪心啦！我昨天买了初音白女、白兔女郎。来等你拍咯。哦不，我觉得这张真的不妙欸。左边那只为什么是猫猫的手，是不是抽到的或是买出来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手变成猫咪的手。就说荔枝什么太危险了，不是，我不该立这张的，太贪心了。总共刻的无限荔枝，什么无限荔枝，拜托四杠三聊交给你们了。手上有月亮的猫猫手是财富的象征，真的假的？哇，那时候看过谁用过哎、欸？你今天馒头炖了吗？哦，还没。我来了，我来了。你到了吗？没有，你没到啊，白痴哦、喔！
备一下哦。七，刚刚不利的话像上岸课了啊！别说了，我就说我最近很容易上岸课啊。一开始新斗的时候，国士无双就很容易，现在上岸课很容易。哇，亏了1000块。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好啦，先离开了，好，拜拜，等你玩哦，不然会跟不上我们。等一下，我现在不能看荧幕啦，烦死了！现在打到哪里了？光晕快死掉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在淋雨，我在淋雨，我在淋雨。啊！这什么声音呐、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也是个狠人呢，你灰夜姬也结婚呢。你也在梦哦，你梦什么啊？
三岸客哦。好了，我馒头挂好了，可以正式玩了。你在国、哦，哎呀，最近的牌真的怪怪的呢。啊，我饭还没吃，白痴。吃饭，咖喱拌饭。我正在吃啊。哇。哎、欸，我快大四喜了哎、欸！没了没了没了！あら、まさか一位を取れてしまうなんて。好了，结束了，换下一批，叭叭叭叭。啊，怎么走了一个正太，又来一个正太？欸，踢不掉欸。东山还好吧。要你去吃饭了。没有，我现在也吃不下饭。要我吃饭就是开局让我立职吧，你们不让我吃饭啊，一群拍狼。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
抱歉，我刚才打字。没有，我刚早知道吃碰了，烦死了！我刚才看光遇啦，抱歉。我觉得打牌真的，就是说跟你们打牌又没有好好的打，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们，所以我很抱歉。16000的欸，会死欸。今天好难梦哦，有梦啊，可是没有醒啊，对啊，醒了啊。还要打吗？三人男66290，三人男66290，哦，满了哈。我还觉得这只变最多哎，从红色变成蓝色。那一整个就是小雨的配色，那个绿毛虫真的是骗人的，什么绿毛虫，那是黑毛虫，在神奥地区的黑色毛虫。理解啊，你干不是欸，死了哈，死了哈，
那、这时候才能吃饭嘛。战术撤退。怎么那么大、啊？319，然后嘞，三色同顺，然后嘞。リーチ、ツボ、ピンフ、タイヤを三色同順、ドラ。你看他腿好漂亮哦。哇，好像可以耶。我在被转播，我知道啊，他刚好跟我说。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诺英。有什么？我是诺英，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要我把这句帮你转达给诺英看啊。嗨，欧元爸爸。咦？好可惜，没事啦。没事的，没事的。嗯，妈转他，好，感谢你，信会很爱你的。干嘛？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没料。ロン、福来た。没了，哇！哎，十三面哦，我不是哦，吓死我了，我以为十三面呢。呪詛全巻で内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太狠了，太狠了！我做梦的都是别人。无名不要哭，无名乖啊、哦，无名，无名乖乖，无名乖乖。你是不是指呼我？无名乖，无名乖。哎呀，我怎么突然自带音效？咱们兔窝梦想家真的是每次打每次有惊喜可以看，真棒！好，这个等飞完再跑好了，不然等下死掉。啊！之下会继续刷吗？之下会刷，但是之下的我不会算在那个牌面上，不牌面上啦，实况上。我之下刷多少就是偶尔刷，可能今天突然开起来刷个两三下，或刷很多下，像那个哪一个，那个叫啥？之下可能刷像前几天那两次。在刷的时候，就是数量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刷很久了，因为中途有杰克、小雨、诺英在帮我刷，那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朋友。
你今天运气很不错，赶快去打，去打段位。怎么一直跟我互换牌啊？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不是啊，我今天梦也做得很好啊，不是很好，做很久了。我去看回放，都你在唬我。哦，你怎么可以唬人咧？好，可以吃饭的吧？不行，要打牌。对啊，要自动手动按。白痴干嘛杠啦，杠的话我要打牌出去耶、欸、杠会再来一张不是吗？杠你就要直接打出去一张不是吗？敢被逃掉了啦！杠人会多摸一张哦，真的假的？我现在变得不爱杠，不爱乱杠牌了，知道？如果再杠的话，也不会多拿一张牌啊。对对 ，VS 对对。不然拿来引上开的话啊，对呢。好，等一下杠，我等一下就杠，好不好？干什么？嗯？那可以上杠子。哦，今天真的不知道啊，我怎么忘？今天已经怀就是整个忘记已经四杠，准备散聊了。那时候不知道脑波怎样，突然变好弱。我说啊，你们在讲什么？我不是已经不能杠了吗？
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也太默默的弄了吧，好恐怖哦！没换我了，抱歉，有点卡哎、欸。不妙哦，不妙哦，你这张牌不妙哦，是这张啊。红灯呢、欸？左下角、右下角红灯呢、欸？我可以看一下日麻频道，我看一下要死掉啊！日麻，按哪一个啊？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哦，这个我常发生啊。不是我常发生，我常遇到有人这样子啊。上次就有人听了他自己杠的牌，不是吗？还是不同情况？我看一下哦、喔。哎、欸，你们会不会？你们连线是不是会不稳啊？还是只有我？还好没丢红中。红中本来就不该丢了啊，很恐怖哎、欸。嗯。看。你也不太稳了，对啊，我等下重开看看好了。等下房间号码重来哦。哎呀！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
龙。哎、欸，生蚝，你怎么不是用那个白板？我想起来。我看到生蚝 ID 不是应该白白的很大一片的那个吗？决斗吧！300，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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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就好，有钱就好。这是你的新欢，好吧？没事，很多人的新欢都是他。那是很多人的新欢。我最有鬼，你说最后来的这一个吗？手又破皮了，哎，好痛哦！白板出动态，你就去找回他，不行，你不可以这么肤浅。他不是有万圣节会动吗？白板的万圣节会动。不会哦，那就没救了啊，只能当旧爱了，往事，只能让它埋在回忆里啊。那后面会不会就是血量越少的，点棒越少的时候，就人会流汗啊，还是很痛苦的表情吗？血量越少，衣服就是越破烂。哇，好棒哦！那皮肤很好看，你说这个吗？还是生蚝原本喜欢的那个？怎么泼一麻将？哇，那不是点棒越少就是血量越少吗？就可能像脸像被打有伤痕什么之类的。不是破衣，对啊，破衣啦，爆衣啦，什么脱衣，白痴在讲什么？你说被击飞，今晚留下来吗？哇，好棒哦！
ポン。浪。哎，不是啦，让我再多摸一下。就差一张了，摸一下。感谢生蚝一夜人跟冠良啊，想起来了，生蚝谢谢。哦，就这个吗？生蚝哦。我的国士无双留个无啊啦。对，听到一满确认，听啊 ，B G 券就没了，我好难过啊！不是要换房间？哎、欸，干对呢！你看，我太难过了，我很抱歉，我真的难过，太难过了。你就没打号吗？他们跑快了，对不起，我你们感受到我的难过了吗？很帅吗？我本来想说看这个哦，这个帽 T 这个我很喜欢，我看一下，哇干，太开胸了吧，不行，我不行。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不然现在重来。啊！立即。哎呦，干你也氪不少呢。不及你的菜，你想一下呢？你是不是只要有练腹肌的男生都可以？你这么虚伪的吗？你可以不要那么虚伪吗？有点矜持好吗？还有腹肌啊，看不见而已。我开到几点啊？十二点，十二点后就关台，所以因为那时候就有跟你们讲了嘛，我会再找时间尽量多开日麻台啊。大叔就算了，哇，还挑你，就是因为人家有脸啊，对不对？有外貌，有腹肌就可以了。那今天是不是我有外貌有腹肌，你就说我也可以，对不对？你这样对我是一种骚扰，我很怕，怕死了。足球部长，不是啊，你们是想打到男一局哦。那只狗狗咧，那个柴犬，哦还好，在他手上，没救啦！你只要不要是大叔，我都可以。那请问你大叔的是大叔样子还是大叔的年纪？那其实理论来讲，我是大叔年纪的了、欸。听我狡辩，你狡啊！继续讲。你看，我真的也是大叔年纪的啦，好吗？我是大叔的，不能以外表啊来评断一个人，好吗？有人可能只是小时候长得很老，很操劳。啊，就被人家说大哥哥之类的。你
你是阿公年纪了，不是你阿公年纪，你女儿是不是这年纪就可以生了啊？我几岁？我34了吧，34、35，很老了吧？什么什么东东又怎么了？我又讲错什么话了？我很不想讲三个币种以上的，因为币种属于一种。22岁啊，你女儿22岁了，真的假的？哇，那爸爸，我叫你爸爸叫这么久，你有没有觉得心痒痒了？嗯，硬贴上去。爸爸，那个就是啊，饭这样的我好恶心哦。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谁栗子了？我刚刚是不是听到栗子音效？哦啊！ビーチ。你最小没有？云云比你更小，才30几岁就大叔了。啊，大叔就是30几岁了啊，40几岁可以当阿伯了好吗？啊，爸爸可以当爷爷了呢。来喽，决斗吧！我的牌很小，我这两只。哭啊，我都扔掉了。你逃什么？我牌又不大，应该吧？哎，不对哦，一杯口，三宝牌，没了，还有什么？你都当两任舅公了，对啊，我都被叫贝贝了哎、欸，贝贝舅舅了哎、欸。感谢冬至快乐，冬至快乐。你的贴，你的图是托的吗？感谢超级留言。啊，你是谁？我今天是不是不适合做梦啊？都醒来了哎、欸。你是雨不是雨谁？静吗？也不是谁呀、啊？那时候这是画兔窝的图哎、欸。你是谁？报上名来。露露早安。豆腐，哦哦哦哦哦哦哦，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港币，对啊，港币怎么了？港币怎么了？哎、欸，等一下我要重开哦，这房间要重开哦，不要再抢进来了哦，抢进来，等一下下一个房间看到我就踢掉哦，不要再骗我了哦。可以叫你姐姐，但没叫阿姨，能叫你们妹妹了啊。啊，比我小都是妹妹，好不好？妹妹。
饭。你看，如果刚刚的暴衣马件，我现在只剩下头发了吧？不对，我本身衣服就已经曝光了、啊。嗨 ，Cindy， 安安，你已经被拖走了。谁？我？哦，我的天！等我一下，我的手沾到汤的油，我好不舒服。好，重开喽。あら、一位ですか。我等下隔壁的洗澡洗完了没？那个在 host 我的台的。嗨，你洗完了吗？看一下，我好不舒服。哎，怎么还在开？好，重开喽。不是，他还没回来哦。他不是洗到皮破掉了、啊？看一下哦。他是不是十点半开始啊？他皮破掉了吧？小仓安安，嗨，小仓。嗨，小仓。我是精灵游侠，我是诺音，我是精灵游侠。现在四处问年纪，对啊。你怎么变发大财了啦？大财，哎呦，大财！我开啦，做梦了啦。怎么call吗？啊？我成就？你们刚发生什么事情？玩日吗？这样你才稳。你说这个名字吗？发大财吗？啊，这个就是嘎嘎。而且，你看，他的最近大和跟我的最近大和一模模一样样。你为什么学我？快说。抠嘛就哦，看到了，白痴哦，嗨，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好，木木晚安，木木你这么哦，十一点半了哎，好晚安，早点睡，早点睡，晚安哦，晚安哦。
算します。ポンです。你根本看到有谁？什么谁？我那时候订阅教主好像才16岁，现在都19岁了。对啊，你看你好老哦。刚跳出什么？抱歉，我刚刚在看 DC 的视窗，就突然跳着啾啾，我就按下去了。我没有想要立直的，我就是想说，嗯，好危险哦，算了，再缓缓观察一下好了。你不可以凶我，你没有理由可以凶我。啊，好，菜鸟晚安，晚安，晚安。哎呦，嗯。神社贵宾在就是喵国大护法的，对。还是反了。这是最新的氪金的成就吗？有喵国大护法，不不，大护法，人设是成就哦，是成就哦，我以为是氪金的哎，哦，懂了懂了懂了，哦，早说嘛，我知道你刚才有讲了，我现在才懂了，抱歉。人设贵宾是什么成就？1 2 3 1 2 1 2 3 1 2 3，抽200次，
一大堆皮肤时装充哦，哇！诺英有没有听到这个成就？诺英有看到吗？这个成就要收集一大堆皮肤 skin 角色，好恐怖哦！欸、这是会痛的哦，这个我至少看出来是会痛的哦，有多痛我不知道哦，八千一万吧。你好像比我痛欸，哇，死了，报应来了。干，你怎么越来越恶心啊？ということは、後で君の手作り。原来是痛的是我。原来受伤的是我。咦？这刚刚有玩过吗？没有。好爽！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你！什么六六在？他刚都在了吗？没有吧？刚是九一啊？看，马上被惩罚。有汤还没喝完呢、欸，有点的汤到现在11:30啦，然后饭其实还没吃完。不要用这张脸呐，不要用啦。哦，真的很丑哎、欸！我丑爆了。什么汤？香菇鸡汤。哪张脸哦？六六再按一次。六六吗？小六按一次。这个啊，很丑哎、欸，真的是有够丑的哎、欸。龙的，哎，报应来了吧？刚刚在吐，我很喜欢贴这个，然后每次看到都第一句回。很丑哎、欸！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直接嫌弃啊，就真的很丑啊！啊，他们又很喜欢贴啊，我是没关系啊，我只是你贴一次会干一次而已。
然后重点，人家还是女生，不是吗？那只是男的。Are you kidding me？ リーチ、ドラニ、ドラ、ドラ。マンガン、ト、ドラ。女的吧。リーチ、ツモ、チュン、サンアンコ、ドラさん。バイマン。可是这套好像，你家再贴那个表情符号出来啊！你再说说看，你说什么很像？你在讲什么？可能平路，应该吧。配音跟伏击一样，那很多男生配音都是找女生啊。你看小智，你看悟空。你看鲁夫，悟空的声音还是奶奶，没办法，他从以前就一直配悟空的名字啊，对不对？配悟空的声音啊，耶，终于可以吃饭了。看这边该不会没有那个吧？这时间散步，散什么步？该吃饭了。啊，柯南。哦，对啊，爸爸都会带狗散步啊，不是玩溜溜球那个带狗散步哦，是真的带狗狗散步哦。看，ランです。哇，你怎么剩700？整天下雨，二哈快拆家了。哇，辛苦了。
不是，我还是对他，对他那个表情符号的创伤太严重了，你懂吗？那表情符号一贴出来，真的很难想象她是女的。来，你再贴一次，好吧？你一直狂贴那个表情符号出来。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怎么都掉八锁？我不知道。进不来的，不对，重开了，可以剪精华了吧？干，只要剪你那张脸出来而已吧，只要剪你那张脸就好了吧？而且一炮双响其实蛮常发生的啊，就是还好。什么是我坏了？我知道坏了。明我报名，哎呦，好啦，好久没换造型了，换一下，换一下。这最后一局了吧？结束后开始忙啦，可以弄那张图的 GIF 图，你是说用在兔窝吗？那你贴给我，我贴上去啊，要不要？还是我把那张图调在兔窝的贴图里面啊？也不是不行的哦。好不容易抢进去了，不好意思嘛，结算画面看太久了，处理事情。卡维打西明的不要。不要。你刚才抢到了，你早上就跟我玩了几场了，我的天，他也太像白起了吧？还是啊夜修啦？
你刚刚也是什么？有抢吗？那不对啊，那应该刚刚你们进去的继续待着啊，那我再进去的啊，对吧？ロンです。そうしよう。リーチ。リーチ。我换了欸，对你。哎呦，好，晚安，对的，晚安，兔子。这次也有提升，你说这个、哦？不是啊，这样看不到兔子啊，那个兔子就摆这个头像啊，那样子我就抽了，好不好？他、啊、如果今天可以制定有没有制定头像是什么的话，然后一定把卡威调到胸部的画面，哈哈。啊咻！小狗，伸懒腰。好了，大家吃鱼了。算了，这个我等那个再吃。好小哦，栗子没了。一直没了。好，睡得晚安，晚安，晚安。哦，然后那天我们在那个计程车上面，就是我跟那个谁诺英，还有迪叔搭车的时候，我就问迪叔说：“哎、欸，阿、啊、水，你知道我王北北什么之类的吗？”我说自从学了王北北的声音就很拿捏不会那个迪叔的声音，迪叔就喜欢耶这样子叫叫叫叫叫，然后后来就突然学不像，就开始学王北北就回不去了。他说啊，所以王北北是谁？我就说啊，你不会，你没有看过那个稀有奇怪宝贝？他说哦，我知道那个东西啊，就忘记在场还有司机在，然后在其他
车子里面在学王菲菲的声音，然后司机应该也觉得很困扰啊，他应该也是听不懂啦，因为那个司机看起来也有四五十岁了，然后在那个车子里面在学那个声音。睡觉晚安，晚安，晚安，快了，快了，快了，东二局而已，五十二分，大概这局结束就关台了，嗯。那反正如果明天阿米狗没有的话，一样就是刷100只，那100只之后继续打麻将。嗯，吃鸡一定很尴尬，我也觉得。看，如果司机有看过路人的影片，应该说，那是什么啊？恭喜发财！我那时候在学那个喵哈贴给我贴图的声音，那个王菲菲的那个有声贴图。我顺便看香香的灰夜姬啊，明天要抽了吗？居然！居然！欸，怎么想啊啊啊啊！居然！如果司机也会自己模仿哇，那我就录音下来，两个王贝贝在对话。这个一定是稀有奇怪宝贝。服装用买的就好啦，我知道，但是还有香香的女角要抽欸，女角很香欸，真的是很靠腰欸。对啊，我从刚玩三月多吧，期待到现在。明天买小老婆的衣服啊，怎么办？怎么办？那女角随缘吧，她就是抽到保底买的啊，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 ？WDG。欸嘿，九种我啊，九种我啊，你厉害，你九种我啊。我也很问号，你不要问号我。我刚想说啊，点一点开始吃东西啊，没了。我也觉得很扯。差点天河欸，也没有啦。我就不要打，三人修罗场，天河才好吧？天河才是修罗那个天三人修罗场啊。当日值一发。运气回来了，你看这是灰夜姬的功劳。一定是卡维还没结婚害的。然后也谢谢刚刚换给我的，忘记不知道是谁，谢谢。没有你换给我的三张牌，就没有现在的我。请问等等会重开房吗？等一下就关台了。对，那个明天如果阿米狗
不管有或没有啦，结束后啊，如果明天有阿米狗的话，结束再来打。如果明天没有阿米狗，就是一样刷完100我们再来打，好不好？好，就这样了。没有玩到没关系啦，这个几点关台？12点。我想说我关台再去跟你说啊，如何？就是这一局结束，明天上班，没事啦，就是最近都会这样子啊。安诺伊，你那边聊怎样了？你要通话聊一下吗？应该不要好了。你好，你感觉好累哦。你要死了，我知道你要死了、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关掉？哦、把这个也关掉。你看，诺英，我的牌很干净，对不对？来，最后一局。ドラにドラ羽根マンハクトントイトイドラさん羽根マンに要下礼拜才能玩了没事啊下礼拜再来玩，也不确定啊，好像之后有新的游戏要玩吧。要怎么换你？骂你哦！啊，指责！你是不是这张？哎，真的好像夜修哦！我的天哪！有没有？荣耀粉的不是荣耀粉啊，全职粉啊，荣耀粉。你想玩太空狼人杀？现在吗 ？Now？ 好好哦，好好什么？夜修比较好看，我只是说很像而已，又不是说他是夜修。你想去玩，我又没玩，我又没玩狼人杀，你是嘞？你今天在干嘛？你今天在为了你将来的事业啊，对不对？你在为了你的未来，你的将来，没办法、啊。我说荣耀也不算错啊，就脑子转不过来嘛。你知道叶修不是讲了一句话吗？荣耀不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对不对？然后下一句是我的游戏，没有这句是我忘记是从哪边听到的。他说荣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游戏，然后下一句就有人接是我的游戏。哇，听到这一句我觉得好帅哦。龙没有龙哎、欸，对啊，明天加油哎、欸。那你明天要玩什么、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规划哎，不知道是鹅鸭还是自由时间。干！没中。ツモです。
明天半夜一点到家，谢谢。你怎么了？你怎么会那么晚？差一点点，差五百分，五百分借我。好啦，都是兔兔赢，可以可以给过。好啦，就到这啦。好的，那就到这边啦，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我是诺英，我们明天见啦，拜拜。没有诺英，明天不开台。对，晚安咯，晚安咯，明天就看到这边啊，这个紫色的通通会不见，你看上次只那个手除虫子的时候就没有，我就没有刻了，真的不敢刻了。可是新角色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泡芙都已经下一阶了，都已经这边。哎，等一下，泡芙应该不止这边的吧？泡芙，你到这边了没？看到没有，猫咪月亮手掌，好不好？泡芙有了啊，好了，我再想一下好不好？至少衣服会先买啊，氪金就到时候再说，还没有啊。好，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大家晚安，祝好梦，我要去剪片休息了，拜拜拜拜。哎呀，兔应该还有在打麻的吧？有，他们还在打的意犹未尽吗？好，大家晚安，拜拜。